各位市民，過去一星期佔中行動蔓延至港九各區，政府和警方的日常生活、收入造成嚴重的影響。今日下午開始，我已經要求解放軍出動、警察開槍等，明日市民的上班和上學都會因此受到影響。我希望反對佔中起人和參與者採取適當的武力恢復社會秩序，讓政府和700多萬市民將問題進一步惡化。